特鲁普开球。哎呦，特鲁姆普真的是练过，每次开球这个带必下。这一局开球开得不错，应该是单杆。你看那个酒红色的 Paul 三，你说很少炸青，这一杆就炸青了。这种球就是问题不大的了。好，刚好这个一库我绕过来。好了，跟着打完打四号。轻轻一个小地杆点进去，啊，这个球呢就要再大一点点回去，中地杆的左塞，啊，塞强一点，打搓杆的感觉打出来。嗯，他这样打出来走两库。要留反角，叫中带啊！我还说他叫个直接叫个这个带哦，那么这一下直接一库，啊，一库上去再下来搞定。哎，他偏偏不按照我说的打，就是为了啪啪啪打我的脸吗？你看你这杆搞得不好进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不听我的，叫你不听我的。叫你不听我的。哎呦，我吓死了，差点没进呢。啊，直接定住搞定。扳回一城，哎呦，打中带，好，7-4。但是经常会打不进。好，六号进，四五号进，三号进，哦，五号没进，三六，这个角度可以打，中低杆右塞，哦。哦，叫二号，二号还在哦，我看漏了二号了。2-4-5-8-9，二号，2-4-5要打蹬出来，蹬出来，这个直接推下，直接上啊，就是这个，回到原位，推啊，低推。同样的啊，不要叫直了，哦吼，叫直了。而打九球呢，最烦的就是说把球叫直，叫直，哦吼，碰球了，大家看见没有？啊，这就直接输了，手中球没得玩。直接认了啊，摆一个九号打，呵呵，哎呀，这种球天哪！我的话还没说完，我正说不要叫直了，不要叫直了，就要出问题。好，特鲁姆普开球又进，哎呦，我进了很多了，三颗。哦，这一杆
没有了，啊，进了两颗啊，5号、7号，这个1号没得打。看看这个中东选手啊，半职业选手阿尔沙马里，能不能把小偷摁住，摁在这里不动了呢？基本上不可能。嗯，打九球，一局要赢一局是很简单的事情啊。拿到赛点基本上都可以叫做赢了啊，除非奇迹发生。不过真有这种事情发生过。传2号，这个差的有点多。这杆就可以去传2号了。传完之后呢，一号打进了之二号，一号传进2号之后，一号还会留在袋口的附近。只要运气不要太差，被挡住啊，就还有进攻的机会。哦，直接用，哎呦，这个运气真的是不好啊，很差啊。为什么一号也会进呢？他想的是用母球来带二号啊，这个一号也翻进了，直接翻进了。哎呀，他心里现在1万匹那个，哇，飞过去了。没想着是翻一号进啊，只想的是把二号挂进去。啊，直接估计暂停啊，延时啊。再不让我想想怎么办呢？对手都拿到赛点了啊，这一杆搞不好就要输啊！考虑半天，我直接翻了啊，真是翻了！好球啊，漂亮，鼓掌！就是要这种破釜沉舟、孤注一掷的这种心态啊，不要有什么压力。诶，你这个神仙，这么最简单的球失误，哎呀呀呀呀！摇头摇头干什么？没有用啊！这种球你失误了，哎呀！诶，特奥龙巫婆这一杆也打不进呐、啊。好了，这一杆你再失误，那就是没得话说了。这一杆。一个左塞直接上来叫到6号，哦右塞啊，说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中低杆右塞推进啊，两库，看看力度，哎，稍微是有一点小，可以这个球呢可以打一个高推啊，高推两库啊，这样回去回到这个位置。这个是真的不想赢吗？他这一杆本来发力也发大了，不需要那么大的力的，两库的力不用这么大，因为很薄，推自然会走到两库。这个是神仙都救不了你啊！不是没有机会，是自己不把握。啊，结束了，这一杆是没得说了。啊，这个中低杆的右塞自然就会叫到这里来。哎呦，这个是给足机会吗？低杆和塞都下的不够，对着杆特鲁姆铺。哎呀呀呀呀！但是这种球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打薄了吗？哎，进了，哎，真的是没问题。那没办法，神仙救不了。啊，不是没有机会。